谢了哈，哇哦，7万多了，走了，走什么走？要不是那像蚊子一样，我20万到手了，花的普塔的钱还是不少。现在也够花了，走了。等等，尤其是你看那个猪头，肯定血压高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弄死他。哎，先留2万。 你开牌见我，A 俘虏，各位观众请看，4个6，4个6赢。 说了留2万，你不听啊？去，别说。哎，你跟钱有仇，输光就踏实了。赶紧回家吧。就是啊，还嫌我输的不够惨吗？滚开啊！扫把星，神经啊！
神经兮兮的，我看有没有下雨啊？把普塔来追债吗？不用怕，花叔上次在赌场偷偷给你收起了一万块，帮你搞定了利息。你这个八婆瞒着我，把钱还给了普塔，你破坏了我的荣记，我被你害死了啊！ 干嘛这么凶神恶煞的？哎、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又……闭嘴！我求你闭嘴啊！哎，还是老规矩，修边角，剪后边。我想换一个新发型，有新款吗？季阳气又斯文的、哎。我懂你。来，看看，哦、怎么样？这都是长头发，我这头发这么短，怎么弄啊？三有就没有做不到的。 来，看看吧。哎，哎，好神气啊！这是假头发？是真头发。你不会蒙我吧？当然了，刮台风也吹不动。甩甩。哇，太有风采了！哎呦，人见人爱，美女来是爱。 棺材见到也大开盖，嘿，全，好帅啊，帅的没朋友。我说了吧，你看看，嘿，帅，我伸个手，哇，太酷了，钟三，整个路环都知道你们学校来了一位新女神，全部老师都变成了欧巴。别胡说了，你，脚踢玉的，那不如约她出来玩玩水啊。 我想改进一下我的狗刨。管好你的那张臭嘴，人家可是住校的社工。啊，社工？嗯，你要想清楚啊，社工好麻烦的，什么的要管，你见了好就撤了。我明白，我如果你真的沾上了他，哎，完了，以后就想自由，嘿，没自由，伤心痛苦，眼泪流，哎，错一步，嘿，步步错。 老妖，哎，美女，剪头发，找哪位发型师啊？我找他的。哼，这个星期满了，下个月吧。我有个小朋友想让你收留他。嗯，欧巴，起来去洗个头。 好像有好戏看了，起来走吧，来洗个妆呗。李小姐，你也看见了，这里破破烂烂的，我们连房租也交不起了。你以为我还像当年在香港那么风光吗？走吧。 他叫阿阳，是我儿子。你儿子关我屁事！阿阳是你儿子。我想，你什么也别想，像鬼一样，无端端带孩子来说是我儿子，我只能说是你儿子啊。 我已经预约了检验中心，你随时可以去验 DNA。 这里有5万块，我想让他跟你住1个月，之后我会再给你5万。哼，1个月，我可能都过不了1个月。你欠了那么多的债。
你想清楚吧。什么？签什么债？你胡说！阿辉，别卡。你想我怎样？我想你当一个月父亲。好啊，要是不把他像我这么赖，就把他留下，我会拼命把他教坏的。一个月后我会来接他。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可不可以帮我儿子剪个头发？没问题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还有5万，记得带来啊！听着，就一个月，你别给我找麻烦。你好，我好，你害我自为之。老婆，帮我搞定。老哥，这5万块，我帮你出。找死啊你！你这搞什么呀？我女朋友太多了，有一个半个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洗头吧。哎，阿辉，我怎么觉得她长得不像你啊？我觉得挺像你。哎，飞哥，过来帮我吹吹头发。小哥哥，洗不洗头啊？洗过，那就剪一个。剪头发不是这样，是哪样啊，小哥哥？哎，妈妈说是你剪。我剪，没看见我在忙吗？来来来，小哥哥坐下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干嘛？小哥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呀，你别害我没有了10万块，快滚回去。给我说话啊！站住他！问题啊，啊，有问题啊！我们有个学生也是这样，碰一下都不行的，是吗？啊！
捏死你们！过，你看，快点，看我来，三个三。我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你。先回家。回去啊！你去死吧！反了你呢？我又在这里管，滚回去！别理他，继续。哎，别动我这啊！喂，你去哪儿？给我下去！哎，喂，终于回家了啊！赶紧把小伙了，三两句回来，就两句啊！说什么两句啊？这里是吗？这里像这里一样。各位，这位是我们住校社工马小姐啊。大家好。她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。啊，在那边。啊。哇。阿阳，你好，我叫安吉丽娜。可以借给我看看吗？阿阳的妈妈知道他不懂跟别人沟通，所以把每天所有要做的事都输入在电话里，还设置好了时间。哎，沟通就免了。你能叫他不发疯就行了。自闭症患者是很怕跟别人有身体接触，如果你们勉强的话，只会让他们更加不安。阿阳的情况其实不算严重。喂，山羊座，还是个属兔的，嗯，很旺你啊，是吗？毛病，我也是山羊座啊，他都不理我，真的是。那个女人呢，就是想骗你当他爸。傻瓜，还给我！快，别动手了，行行行行，给他，坐下，坐下。其实，如果你们真是搞不定的话，嗯，我可以帮忙联络福利机构，让人来把阿阳接走。哎，对啊，阿辉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碰一下他都不行，你搞不定他。嗯，搞不定？有什么搞不定啊？小朋友，给我吃根香肠好吗？嗯，看到了吗？又给吃，又让摸。你多乖呀，我怎会让你走呢？盯什么鬼啊？七点。该吃饭，
吃饭是吧？有的。那，中日韩、新马泰、越南、印尼、八国一丁，味道不错的。会煮吗？会。聪明。牙刷、牙膏、枕头、被子都齐了。吃完面，刷牙、洗脚。睡觉你会吗？会。谁说你白痴？什么都会。我自闭不白痴。都一样啊。不是，自闭说话不好，白痴什么都不好。啊，行了行了，自闭了不起。不是。自闭说话不好，了不起什么都好。我自闭没有了不起，我自闭没有了不起。你给我闭嘴！少跟我啰里啰嗦的，要不是为了那十万块，早把你轰走了。你给我听着，好好的待在这里，要是再给我添麻烦，我就弄死你。明白吗？明白没有？明白。煮面呢？表哥，你帮我吹。表妹，你吹啊！哎，表弟，我帮你吹吧。嗯，飞狗，你嘴臭，吹了好。你想吹啊？吹呀，吹呀，大风吹呀。嗯，要吹到了。说你的口音呢、啊？又是你。嗯，有杀气。我一万呢，去人呀！你开牌见我，四哥。哎，先别拍，别拍。啊！我赢了，给钱，快给钱！先生，这里不是斗地主，四个三赢。啊！